他跟那骗人的人，他也想捞一杯羹的。几点零一分了？四月十八号，手牌就是八七七六次。所以杰杰，你懂那个概念吗？对啊，想捞一杯羹的。那八七七六次哦，七六八这种杯很难熬。哎，三千零三十八，耶！历史首度第一次啊，八七七六次哦。九八的九百一千蓝二零幺三零四二门三千零三十八的蓝豆藤蓝色带金的鱼，然后拜拜，三千零三十八八七七六四，是开到南澳对吗？没关系，八七七六四，耶！我的三千零三十八，我终于开到他了，我等超久的，等这几天都在等他，八七七六的，然后九三一。区域卷快车四零一七四零八四九沿线的树林了，绿色呀，上班的就往九三一圈快车，然后八七七六次终于正式上路上线，试运转跑八七七六，我原本以为他会跑西部哎，你跑西部就没，哎，又来一台，我的，完了，我看看。好，四零一次先行驶离哦，九三一圈快，在瑞芳，瑞芳站先行驶，好，直接点一下。拜拜。好，再见，你还支持。好了，我的区间快车，十点零四分。188，哦，759是双台电脑获利。188加哈，187。哦，双连号的双台电头加速捷四大头头，729处理，在瑞芳，瑞芳转，你看我等下他还是你。等耗时，谢谢安全呢，宝贝。